来打电话给哥哥。你好呀。你好呀。你是机器人吗？什么？你是机器人吗？我不是。我是机器人。你是机器人啊？嗯。哦。哎呀。又给你电掐了。捞不捞回来？对，我过一段时间都回去了。不能，我不能去你学校，我只能在学校等着呀。啥？我只能在你学校去外边等着。你等也等不到我。那你等吧。不知道。